胡作非为 Outfox 入面有只狡猾的狐狸偷走鸡妈妈的行批，小鸡侦探们一起合作推理，要找出哪一个是小偷。放好16张疑犯卡和12个线索牌，在看不到情况下抽一张小偷卡，画面插到解码器开始。玩家回合如果宣告步行寻找线索，三个色面展示脚板就成功，最多可以重砸两次。将线索放到解码器上面，拉出滑板，洞口见到白色代表小偷冇呢个物件，绿色嘅环就代表有。砸色前宣告查探疑犯身份，成功砸到三个眼仔就可以翻开两张疑犯卡。如果砸色失败，狐狸小偷会向前行三步，佢到洞口我哋就输啦。好啦，我哋就估系 Lily 啦。成功捉到小偷，大家共享胜利。